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，当时的马英九总统下令行政院长江宜桦用武力强行来管理，在行政院头前静坐声援学运的学生甲民众，结果发生着下杀闹会冲突，民众是直接向地检署提起告诉，告政府官员杀人未遂。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宣判，前总统马英九、行政院的前院长江宜桦、警政署长王道君、台北市的中正一分局的前分局长彭永林等四个被告，一审拢判无罪，专案会当阁继续来上诉。